想不到，你也会有这么仁厚的一面。你可别同情我。等回到中原之后，你我终究还是敌人。现在的同情你的敌人，小心到时候吃亏。我们真有一天要拼个你死我活吗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把我们灭了吗？也许我们都不懂得投胎。如果我身为汉人，你是蒙古人的话，我们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。 真的希望这一刻能够永远停住，这样我就不用为了伤害你而伤心难过了。你也别想太多了，我不一定会输给你的。信不信，你一定会输给我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我狠。无论对别人狠，还是对自己狠。 都是源于内心的仇恨。我不相信仇恨可以解决问题的。迂腐，你真的以为你自己仁者无敌吗？其实你不光只有狠的，你也有仁厚的一面。就像你也会安葬这些人一样，你总以强悍的一面示人，时间久了，就连自己也骗过了。看来。 我是骗到张教主了呀！你可千万要小心，别着了我的道。你在跟我斗气吗？我刚才说的只是……我只是提醒张大教主，你不要忘记，我是武林中人，闻之丧胆的女魔头。啊！ 你干什么？没有船，我们就不用回中土了，不用回中土，我就不用做郡主，你也不用做你的张教主。你先起来，不要，先起来，先起来，啊！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不要回中土。 别这样！我不要你管我不回中土，我不要回中土。